家好，我是荷叶荷花的荷，新主意我又来了。小龙虾已经过了季节，这次是他家的爆款15秒水煮大刀牛肉。你好，打扰一下，好吃的鱼小姐回去了，真怕3分钟在路上走，口干干干。3分钟，好的，谢谢。这是我最后一次长发飘飘的录视频了，吃完饭去剪个头发，如果剪得好的话片尾加个彩蛋，剪得不好我就要休息一阵子了。四川小豆看起来像是炒黄豆，就是油炸的小黄豆，上面撒一层细细的盐粒儿，吃起来酥酥脆脆的。那不能打辣酱了是吧？嗯，是这个店不能吗？还是所有店都不能？夏天辣酱放不住，冬天再来就有了。嗯，应该是。小伙伴先这边吹鹤，换一个方向，还是这边的风景比较好。牛肉好透亮啊，这个挂了一层酱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水煮龙鳞鱼我吃有点上瘾了，超级滑嫩，还没有刺，吃起来太爽了。刚才的炸黄豆简直是冰火两重天，这个软软糯糯的，黄豆是酥酥脆脆的。这个鱼有点苦味，肉，不是鱼的苦味，是花椒的苦味。哦，对，是吧？这个花椒有点苦了，是可能是炸的过火了。这是叫花椒，麻椒。你这牙你能吃辣是吗？我吃辣有什么影响？不会造成上火。上火为什么会上火？我吃辣不上火。是，而且吃辣我也不会长痘，没有任何影响。是的是的，这个麻椒炸的有点过火，看颜色就比较深，还是上次的春卷，不过是比春卷更细细长长一点儿，口感呢更像是那种猫耳朵那种小吃，有菜韭菜的馅儿，所以是和春卷一样的，但是没有酱豆腐。哎，不是和春卷一样的，所以是和卷圈是一样的，但是没有酱豆腐。嗯，不知道四川是不是就我们吃卷圈儿？你想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从昨天晚上回家做饭说起，我昨天晚上回家做饭，一打煤气就打不着火了。嗯，然后我就想换了，可能煤气灶没电了，我就换了2节1号电池，结果换好以后还是没电，该交费了。没有啊，当初就买了200个圈，那难道是这电池齿效了，放时间太长了？然后我就想那就明天再买电池再说吧，今天用电磁炉做饭就凑合过去了。结果到了晚上洗澡的时候我才发现，不是我的煤气灶没电了，是燃气表没电了。燃气表还有电池？对，燃气表还有电池，我原来也不知道，我们家是燃气热水器嘛。嗯，然后放了好久的水都不热。哦，我都哭了。我就想到可能是燃气表没电了。嗯，结果我一把燃气表的那个打开，我打了4节5号电池，往哪找去？我想完蛋了，我现在怎么办呢？这毕业十几年了，我头一次又开始用盆洗澡。好，然后可能是盆洗澡洗的就不干净，半夜我就被蚊子咬醒了，去次卧去睡觉吧。结果我刚睡着，我的手就被咬了，次卧也有蚊子。对，蚊子就专咬我。想到了用我自己做诱饵的办法，是小卧大卧的门我都敞了，客厅把灯开开，希望蚊子追着我就往客厅来吧。我就在那躺了一会儿，哎，感觉到被咬了，马上跑着去主卧，然后把门关上，我就睡觉了。管用吗？管用，一觉到大天亮。我现在觉得真的是再装修，因为我们家卧室装修都是中式的嘛，地板、门还有床、家具全都是深色的。我想再装修，我绝对不买深色的东西，我全都要白的，我能看见蚊子。哦，打扰一下，您的冰粉，请您慢用。好，因为这样的话，蚊子我根本就找不到深色，我看不见，本身眼睛就不行。今天早上起来我去小卖部买电池，也碰见一个大爷正在买苍蝇拍，然后特别好玩，苍蝇拍2块钱，他套了4个5毛的硬币在那儿说，哎，这个一个国家的硬币啊，同样都是5毛的，有金的也有银的，长得都一样现在的是吧？我还哎我都不知道，我说我看看，哎还真的有金色有银色，看来银色是新的。现在那个1毛跟5毛长得都是一样的，就是防护和那个外边那个圈那个纹儿。哦，我都不知道，一个是有纹儿，一个是没纹儿。然后大家就说这一个国家金融都搞得这么乱，然后一会儿他就在那说，解放那年我13岁，解放前都没有这么乱的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个大爷证明他已经80多岁了，这层层推理，层层递进，一点点往前推，太有逻辑了，大爷太有逻辑了。哎，看来是那哎。漏斗到底儿了，不
行，这个漏斗是什么意思？哪个？这个漏斗。这是计时的，已经超时了，一会儿会送您麻酱油卖菜的。送麻酱油卖菜，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啊，这有厕所了，一会儿送您麻酱油卖菜啊。好的。哦，就只是一次机会呢。你还演的范文？对呀，你那你太搞笑了。椒，小西红柿，好大粒的玉米，还有油麦菜。对，还有油麦菜，但是我不喜欢菜。像你那么不爱吃菜，你为什么不上火呢？我觉得吃肉不上火。我尝一口不，我勉为其难的尝了一口。嗯，芝麻酱好香啊，这种香油和白糖挑出来的，油润润，甜滋滋的。一姐祝您福气满满，二姐祝您大富大贵，三姐祝您阖家欢乐。最后祝您用餐愉快啊！谢谢。15秒炸羊牛肉，浇热油15秒，然后马上就切，能够保持牛肉最好的口感。一片牛肉片开两片还这么大块，可想而知刚刚的牛肉有多大块。这一份还是挺值的。这个牛肉好，很筋道，不是那种超筋嫩的那种。我觉得这个牛肉很像吃四川火锅的牛肉，因为本身是水煮的，最后加上一层油，相当于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再蘸上油碟儿，就是吃火锅的时候那种厚切牛肉，涮好以后有了锅底的味道，再蘸上一层油碟儿，这道菜呢就把所有的步骤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可以直接吃了。一个冬笋，一个春笋，两种笋子配菜，冰粉的调料又有了变化，底下依然是红糖，上面加了一点白嘎死，还有那种类似麦片的东西，吃起来口感更加丰富了。还是牛肉更实在，上次点的小龙虾没有吃饱，这次吃牛肉两个人都吃得饱饱的，打包走了一块辣辣的油，可以回家做菜吃。走，剪头去。